嗨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依家系2021年嘅12月31号，时间系11:55。咁啊，再过多5分钟咧，就踏入2022年啦。咁啊，喺西九啊 M 加博物馆嗰度啦，就有个倒数嘅。西九 M 加博物馆嗰个屏幕咧，就会显示倒数中嘅。咁啊，依家睇睇后面嘅情况先。咁我睇下先。开嚟。好啦，依家系11:55，再过多5分钟咧，就踏入2022年啦。最高嗰座建筑物就系ICC 国嗰个叫咩啊？九龙站元方最高嗰座建筑物嘅。11:56。咁啊！依家其實我身處喺上環順德中心港澳碼頭對出呢個位，咁就準備同大家一齊倒數嘅。好，依家又影翻元芳嗰度 ICC 环球贸易广场同埋 M 加博物馆。仲有2分钟就踏入2022年啦。好啦，仲有61分钟，依家开始倒数紧啦，5、1。2021年最后4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
三、二、好啦，正式踏入2022年啦。好啦，祝各位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。已经踏入到2022年啦。好，祝大家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。希望2022年香港疫情尽快散去，香港人可以冲出去，去日本啊，或者大陆其他地方咁样。